真的要帮忙一下，不然 Ashley Go 每次都是我们自己走了，你每次在后面。Ashley Go， 怎么的？什么的？有啊，我洗的那台，叫我减肥嘛，我不要吃这么多。真的是假的？反应好哎、欸，今天吃三餐，我吃三餐啦，第四餐，这是第二餐，这个是一个牛轧的，从郑州的江浙开的。OK， 他就知道你们是新加坡的，就福州的，这样有找我要请你们来吃，来介绍这里的，我是觉得很好吃的，真的好吃，我每一道都很正宗。这四个菜刚才五块，这个就做得很好吃。其实它是有活动有虾吧，就是三块的带什么三块的虾，它什么有一块想要尝的，它就会有，其实它很贴心的、啊，就是会。它可以给你选择、啊，嗯，它的那个辣椒的那个味道是，你看，你们要分清楚啊，东亚、印度、马来，它咖喱是不同的，你注意看，印度是很浓那种咖喱粉的味道，对，马来是很多椰浆的味道，对，它不是的，对，它是有点酸酸辣的，它每一个都带酸辣酸辣。刚刚我们喝这个一流，我很喜欢吃那种酸酸辣辣的。你看刚才这个 grapes 啊，这是 grapes 啊，好棒啊！ OK， 那个酸棒我真的煮得很嫩啊。吃下去哦，你还可以吃到那个好多的那个鲜的味道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吃。是我们普通的卤不同的，你觉得有点甜吗？对，又不是那种腻的甜。因为马六甲最出名什么？除了Melaka。对。他应该有放一点，你那个他这个也放，我不敢也放，先没有问老板。来，看到他那个甜，对腻的，是很香的。其实老板的。他煮到哦，那个菜还有菜味在里面，还有口感啊，所以我觉得不错哎。阿木这个讲可以的，我喜欢。他喜欢吗？很有动力。你管我哦，我知道。对，很有性格的一个人。你讲，你问我。阿木这个你今天讲好了，忘了什么事。都不要带你来了。要吃迪特来做一个账啊！我就是我的沙龙哎，没有迪特不会走的。前段我懂他哎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你懂他？我常常吃槟榔嘛，槟榔的前段是很出名，所以没有槟榔的那么甜，不过它有更香，可能是它的椰香的关系吧。它椰香的关系，这个很好吃，刚才。其实是什么？很好吃哎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它又不甜，很凉爽。夏天哦，吃了这个哦，你感觉这道都很清凉。这个是什么？我很喜欢它的椰子碎，再加黑糖在上面，它吃起来有口感，所以我觉得好吃。这个是咸的，它是好像黑蜜，有点一点点辣，很香很香。他们的这个哦，你们可以去另外一个 branch 买。哪里？在江阴那边。是路口四走。刚才老板叫拿过来。对，因为我们在那边介绍，就拿了给我们穿。哇，很新鲜的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吃哎。是啊，这种甜品一定要去穿，它的甜度是很完完全全是用那个。慢慢来。